么啦？四空岛啦。然后刚刚我在开录之前啊，想要做个石头制造机，因为我看到蛮多朋友叫我做的，说这个岛上资源有限，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一些，我就给搞啦，假会，然后跑去做个石头制造机，结果把我们的石头制造机做成这个样子，过来瞧瞧，哒啦，黑曜石，我操！掉下去那一瞬间，我真的傻眼。我看到这个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把唯一的岩浆弄不见了。如果还有别的岩浆，你们可以跟我讲。然后再就是我们要去这个地方探险。诶，我就是觉得蛮痛苦的哦，很怕掉下去。再来就是那个。蛮多人叫我换材质包，我是真的很喜欢这材质包，所以抱歉啦，我还是会继续用。我要坚持我的那个感觉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啊，跟你们报备一下。然后也是蛮多很贴心的朋友，就是跟我讲说，岛下面很多，也不是很多啊，就是很蛮多岛有宝箱的。然后我们等一下也来看一看，哇，蘑菇啊！啊，掉了好几个下去。话说这个也有宝箱吗？我们，哎，某某，哎呦，好啦，这才知道蘑菇长得真的是蛮可怕的。我来看一下这个下面有没有很长，有很长的话就挖。感觉这个是没有宝箱啦，不过挖个几下。哦，我还有火把吗？没有。现在半夜了，玩起来其实今天有点累，又玩得有点头昏眼花的感觉，所以话搞不好不会讲太多。就是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这里应该是不会有宝箱了，对吧？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有。哎哎哎，刚讲完。哦，哎哎 ，shit。耶、yeah, ！第一个宝箱 get， 哇！金苹果，附魔书无限，哇！蘑菇汤，可是我包包好乱，看人很烦。神秘箱子，中介珍珠，哇！太多了，等一下，先清空，然后我们就快转的带过这个地方吧。啊，讲一下，我决定把家盖在这个地方好了，就盖在这个地方，我懒得再动来动去，太累了。然后我们继续做刚刚的事情。终于好了，再来就是放好它。这一集我觉得应该蛮无聊的，就这样挖来挖去，弄来弄去。哦，每次来这边都会有一点小迷路，而且这里一堆蘑菇汤是好事啊。好，我们终于弄完，接下来就是去探个险。反正我看到有人说这个晚上是不会生怪嘛，那我们就继续探个险。
乱晃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人讲说盾牌怎么做。哦，好险。然后这版的斧头比较强。哎，忘记拿铁锭，真是老人家忘东忘西。只是盾牌，我真的觉得设计出来，我真的不知道是好是坏，我没有以前那种感觉。不过有盾牌应该是蛮猛的。先冲！啊，对了，有人说那个柚子不能杀掉，要复活它，可是我把它杀掉了，我还蛮过分的。详细我会再看清楚，你们去那边好了。只是我不知道泥土够不够啊，吃点西瓜。快转！很好，我做了一件蠢事。我这样过得去吗？哇，完了！试试看哦，哇，冲了！哎，过来了，太好了！我听到奇怪的声音。我现在有盾牌，我不怕人家艾希。哎呦哎哎哎哎，泱泱！你不要太过分哦，有北极熊在这，你不要太过分，去死去死去死！哎，怎么打不死啊？那我换斧头打你好了，我砍。哦，终于打死第一只怪，那这可以，哎，它长好可爱啊。那这座岛也有宝箱吗？哎，它会不会打我啊？我不敢再打小动物，上次打那个那些狼还是狗的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有水。哎，这个生怪砖。哎，嘘，小屋子，睡个觉。啊，真的晚上已经白天了。红石火把，是刚刚那个人的家。我该不会那个也是要复活的吧？不是吧？哎，这有个洞。那上次也是说以前封印不行，那种方式不行，所以我就插多一点火把。我们来探个险。哎，只是有点可怕，这个床我就带走了。哦，下面有画。哦，楼梯。哎 ，FK。哎呦，这好可怕！怎么一堆头啊？这是什么？作者的头吗？哇哇哇！饼干、煤炭，哎，我不想拿头啦，头不要给我，我让水弄下来破坏这边的建筑。哦，好多煤炭，好爽，好爽！哇，牛排。哇，那我前阵子在挖心酸了，是不是？哦，烤鱼。也煤炭，好嗨啊！钻石！啊，讲到钻石，我还没去挖上次那些钻石。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宝箱吗？杂技。看一下，今天是登上空岛的第一天，我决定要在这个满是白雪的岛上住下来了，希望一切都能顺利。虽然，不，我在讲什么？所有的一切都步上了轨道。虽然是在天上生活，但所有的一切，各种生态与生物，都和地面上生活的好相似哦。
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能这么快打理好这里。最近开采到许多矿物，今天去无名岛找村民，换到了许多食物，大家都很热情的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矿岛上的柚子和无名岛的村民，哇、哦，柚子我把杀了，都特地来送礼物。我要把礼物装饰在树旁。对啊，那些礼物是人头吗？今天把我送的小动物们，把我养的小动物们送到旁边的岛上，养在那里好像更合适呢。最近空岛世界不太平静，魔物们都在蠢蠢欲动。无名岛居民连夜赶工建造了地牢，把他们关了起来。魔物还是不停出现，似乎没有减少的迹象。该死的生怪砖！无名岛上的居民似乎无法控制地牢中的魔物了，许多居民都葬身在地牢里，剩下存活的居民似乎都要离开空岛了。我还要继续留下来吗？无名岛现在已经空无一人了，有的只有剩下感染的居民。我还发现地牢后方有更强大的魔物，单凭我的力量根本无法消灭它，该怎么办？魔物已经开始慢慢的蔓延到所有岛上了，于是我开始找了矿岛上的柚子。哦，对不起柚子，讨论要不要离开这里，可是他似乎不打算离开。我决定在今天离开空岛世界。对不起我的动物们，对不起我的北极熊泱泱，留在这里魔物不会侵害你们，但我会被攻击。为了活下去，我必须先离开。希望你们能在这里过得很好。你的心声，看来要让这里恢复以往的繁华，只能消灭地牢中的魔物，彻底封印他们。而且好像还有更强大的怪物，我相信我以我的能力一定能战胜他们。战胜屁呀、啊！干嘛回来？累不累？哦，我的东西又满了。有没有搞随身包包？是什么东西？新的剪刀哦，有羊毛可以用，翻绳，金苹果啊，满了 ，O N G， 这个干嘛？哦，是可以把东西丢进去吗？我试试看，然后把它打掉。知道怎么打掉？他就在里面哦，那还蛮方便的。那我就什么东西？那新的东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那我这边也快转啦。那我们这下面应该没有宝箱了，对吧？掉到世界外面啊！又来到柚子的家。哦，你们有叫我拿这个，可是我现在先不拿。啊，我把刚刚有一些东西都丢在这好了。然后我们。哎呦，腊肠，不要来找我，拍谁？来把刚刚钻石，就上次的钻石挖一挖好了。哇，刚讲完这里就有一个钻石，这是我哦，连通的啦。千万不要挖自己脚底下的东西。这样你们看了感觉应该蛮无聊的吧？因为还没有完全开拓出去，只是发现了蛮多东西的，就是很蛮感谢一些朋友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跟我讲，这样玩起来比较顺。老人家玩创世神比较不太会玩啊，就你们看可能会觉得哦，白痴哦，这你都不会。宝箱太赞了！他其实钻石给很多，很佛心哎。还好我反应快，是我箱子够不够？
新煤炭砖，煤炭砖，煤炭砖，神秘箱子，钻石砖，哦，有钻石砖，红石砖，青砖，煤炭砖，我就把煤炭砖拿走啊，铁砖也拿走，红石我可能不会用到，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做红石的东西，那就先这样。那我们可以已经升级成钻石套装。欸，我迷路了。啊，我不挖，不要占空间。欸，你跑，怎么跑过来，腊肠？我没有骨头，而且不要杀我，拜托。上次不是故意的。顺便挖一挖。其实感觉应该不会太缺资源呢、欸。啊，人头放在这里好。哎呦呦呦！哦，每次都觉得怎么走来走去有点累。哎，他们已经不会对我了。Hello， 各位。放下你对我的偏见，我的仇恨。那我们等一下做完钻石装就结束这一集啊。另外就是我结束后，我会自己先整理一下物件，然后把一些该用的一些小东西弄一弄，不然你们看了觉得无聊。那就先这样啦，拜拜。